好，做给大家看，这次不会错的。你一定在后面会被打一下，但是因为法师的那个离火神诀，高王军扛不住哈。别让他。好，站这里。好，你要走这里，看一下哦。对，这里，这样子。好，我们要打一下。OK， 快死快死了。然后我们再走到前面就完结了，就是这么简单，这个就是这么简单。然后希望有一天可以抽到高皇军啊，雷鼠的助友，跟耿云一一样了。好，就这样结束。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